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梦境，古代修行者口中的境界。灵性行者虽然无法通过吞噬灵力让修为暴涨，但可以效仿古代修行者呀，进入帮派副本，缓慢的修行来。你看那个 RIP。放松，左声道是我，右声道有你。行走好，起床歌唱。Thank you.